长短、左低右高，撇要斜的，竖画要细一点。右边的话要粗点、长一点。长行不要写太粗，要稍微细一点。两点高低要错位，间距基本相等。这边疏，突出这个长窄。先写点，在中间，这个点是由轻到重，不要写的太粗横多。撇要短小，竖弯。拐弯地方要轻，丝横一横的间距基本相等。至于这个长短是不一样，右部的金字撇要平一点、短一点，这个撇要垂直，横向右上方斜行笔。竖画往中间靠，间距小，间距大。左边的话往左上方靠，右边的话往右下。